熬夜不睡觉，猛打呵欠硬撑，健康也亮起红灯。一名中年妇女每天只睡四小时，就发现血糖飙到138，大幅超过正常值。在熬夜的时候，也就是自律神经难以舒缓，那所以就是它会刺激一些压力荷尔蒙的一些产生。那压力荷尔蒙的产生啊，会使得血糖的代谢不良。睡太少或睡眠品质下降，都会让受体素失调，压力荷尔蒙增加，造成身体发炎反应。不少人都在熬夜隔天感到全身不对劲。实话实话，因为我自己有高血压。上班的时候会昏昏的这样子，然后会很想睡觉。对糖尿病友来说，熬夜会让交感神经活性上升，肾上腺素分泌增加，导致胰岛素对细胞作用不良，难以控制血糖。一整天睡眠的总时数小于4个小时以下的话，这种血糖上升的状况就会明显的展现出来。医师建议，运动最能改善自律神经失调，缓解失眠，养成睡饱饱的好习惯，也能降低糖尿病潜在风险。大爱新闻蔡依林、徐英豪，台北报道。